呢度有一位同修问，佢话佢喺公司里头担任好重要嘅工作，有时为咗争取一啲利益，会做出啲违背佛嘅事情，我心里有时候好矛盾。咁样系咪会影响我嘅修行？我谂佢呢个问题，亦有唔少同修会有类似嘅。首先呢，我哋要懂得修行两个字嘅意义。行是行为，包括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造作。行为有错误，将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那就叫修行。这个意思一定要很清楚，好明细咁记住，真正修行就系喺日常生活之中起心动念嘅地方，行为总嘅嚟讲，不外乎三大类，一种系善嘅行为，一种系恶嘅行为，另一种呢是非善非恶，佛家讲无忌的行为。无忌即是说不讲得上是善恶的。最重要的，将恶的行为修正变成善的行为，那就真正叫修行了。但是善和恶的标准在哪里呢？我哋唔能够唔知道，善恶老实讲冇一定嘅标准。我哋仔细去观察中国人同外国人嘅标准就唔同，古人同今人嘅标准唔同，甚至我哋喺一生嘅过程之中，细路仔同后生嘅标准唔同，后生仔同老年人嘅标准亦唔同，所以呢个标准太多太多啦。但系标准无论点多法，佛法里头有一个绝对嘅标准，只要能够同绝对标准相应，咁你就冇错。这个绝对标准怎么说呢？凡是为师就是恶，凡是为众生就是善。记住这个标准。看看我们净土中从前的永明延寿大师，他是我们净宗的六祖，净土中第六代祖师。他在未出家之前，他是个公务员，管税收的出纳，做这种工作的。他时时偷国家的公款拿去放生。那偷国家的公款这种行为不善有恶的，但是他拿去救护众生的生命，
咁系善嘅。佢唔系为自己，唔单止唔系为自己，佢知道咁系犯法嘅行为，佢唔系唔知道嘅。如果呢件事情一被揭发就追究，佢系死刑，佢自己愿意接受法律嘅制裁，换句话讲，愿意接受死刑，佢要救好多好多众生嘅命。我哋从佢呢种心，从佢呢种行为去观察，去学习，真嘅系舍己为人，牺牲自己，成全人哋。呢种系大善啊！所以各位要知道，善恶无标准。你睇到系做恶事，我哋系凡夫，唔知佢嘅用心，冇睇到佢嘅后果。因此，我哋对作恶嘅人，亦唔可以轻易批评。点解呢？唔知佢嘅动机，或者佢嘅动机系纯善嘅。我哋如果恶意咁去毁谤佢，我哋就冤枉好人。所以六祖大师喺《坛经》度教我哋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如果嗰啲事情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唔好将佢放喺心度。真有智慧、真有神通嘅人，佢清楚，佢明白。我哋凡夫唔了解啦，所以凡夫好容易造业。道理就喺呢度啦。咁我哋而家为咗争取利益，利益系应该争取嘅。我哋呢啲利益攞嚟做咩呢？你经营一间公司，你系经商嘅。喺佛法里面有唔少商主菩萨。佛菩萨应化喺世间从事呢种行业，咁经商当然要赚钱，赚嘅钱唔系自己享受，赚嘅钱系帮助社会，帮助苦难众生。你咁做法呢就啱啦，呢种系菩萨嘅做法啦。修行将我哋自私自利、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享受嘅嗰个念头，改变成牺牲奉献，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，咁就叫真修行。无论在什么地区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宏法利生离不开金钱。没钱不可能做事，钱是要的，但是钱不要用在自己的享受度，那就对了。自己的生活能够节俭，修积的功德真的是增福增慧。世间一般人讲求富贵、求长寿，你绝对可以得到。最健康的生活
是最节俭的生活。这种生活我们见得太多了。最近我在澳洲看到一批老人，乡下的老农夫，70-80岁了，跟我见面的差不多都是80几岁、90几岁，身体健康，还说要学佛。我问他，你信什么教？基督教徒，虔诚的基督教徒来听我讲佛法，听得很欢喜，问我要书，问我要资料，他们很想学习，我们很受感动。所以他们是世间真正有福德的人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，这样你就知道不会影响修行。修行简单来讲，就是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我们行的是佛菩萨的路，佛菩萨在现在这种环境里头，就是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学佛要达到无心境界。无心境界是不是事业上亦不用努力了？到什么程度为佳？是不是除了不要心，其余什么都要？无心，千祈唔好将名词误会啊！无心系冇妄心，有真心啊！冇恶心，有善心啊！所以无心呢两个字要搞清楚，唔系连真心都冇咗，善心亦冇埋，无心就变成木头人啦，咁就错啦。大经经常常讲的无心是无妄心的意思，亦即是我们常讲的无妄想心，无分别心，无执着心。然后全心全意，那个心是真心。我们讲真情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种心有啊，这种不是没有的。同这五种心相反的没有，这种是真心。真心去做工作，无论在哪一种行业，无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，都是菩萨事业。什么叫菩萨事业呢？佛菩萨是一切众生的榜样。我们这里提的是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，这种就是佛菩萨。我们在同行里头为同行做个好榜样，为同行做个好模范。譬如你所经营的那些事业，绝对要用真情心去做，利益一切众生，绝对不为小利而伤害众生。咁喺近代呢种事情就太多太多啦。譬如医药，而家医药里头假药好多，
咁会害死人噶。为咗贪图一啲小利，做假药嚟呃众生，所以我哋而家要用药，一定要好小心、好谨慎。新加坡政府检验比较严格，假嘢少。佢要通过好几次检验，喺香港就靠唔住啦。我以前喺台湾有好多同修去香港，好多人去买片仔癀，佢係好好嘅药。但係喺香港片仔癀嘅价钱相差好多。有啲地方卖得好贵，有啲地方好平。假嘅太多啦。我哋普通人唔识货，好容易上当，好容易买到假嘢。我以前喺美国中药铺，我有一次亦去买咗两粒片仔癀。返嚟嘅时候打开嚟一睇，好好在唔错，有一粒系真嘅，一粒系假嘅。我哋只好算啦，唔去搵老板麻烦。因为呢啲药唔系佢做嘅，佢入口嘅时候亦系俾人哋呃。呢种就系过失。菩萨伤人绝对系货真价实。咁先系菩萨啦。如果真嘅想赚钱，你用真情心去做，你绝对唔会少赚。你用做罪业呃众生嘅手段赚嚟嘅钱，老实讲都仲系你命中所有嘅。你绝对唔会喺命中所有嘅多赚咗啲。如果你有呢种本事，我亦会去做啦。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所以我教同修疏学佛嘅人，我教佢一开头就要将了凡四训读300次。我以前都系咁样教人嘅。你初学法，你要读咩经？我教你先读了凡四训，300次读完之后，你就有深刻嘅印象，你就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绝对唔会再用非法嘅手段去呃人。点解呢？得唔到一丝毫嘅利益。你以为用假嘢将人哋嘅钱呃嚟啦，呃嚟嘅仲系你命里头有嘅，你话冤唔冤枉啊？点解唔用诚实嘅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修积功德呢？嗰个福报无量无边，害人系折福，绝对唔会增福。老老实实咁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人增福了。我们现在大家都希望找一个好的环境来修行，找一个好的环境来生活。什么环境好呢？老实说是应该要选择。古圣先贤亦都教我们，你睇孟夫子嘅母亲亦选择邻居，选择好邻居。我哋生活喺呢个世间，亦要懂得选择一个好嘅环境。咩叫好嘅环境呢？呢个地方嘅人忠厚老成，唔会呃人，呢种环境好啊。
我哋喺世界上行过好多好多嘅国家地区，新加坡呢个地方算唔错啦。呢个地方人民守法，唔会呃人，咁就好难得啦。佢点解可以做得咁好呢？得力于法治。惩罚好严，大家唔敢犯法，唔容易啊。但是最好的环境是什么呢？不是法治。法治是什么呢？并不会令人真的心服口服。是没办法不守法，没办法不做好人。不做好人要受惩罚嘛。最好的方法是礼治。中国古人提倡礼治。从你自己的良心来处罚，不用法律。最高最上乘的，那就是古圣先贤的教育。明理，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难得了。我们去澳洲，澳洲的环境不错。以前我哋嘅韩馆长第一次嚟澳洲，非常赞叹，佢话人间天堂。澳洲人点解会咁淳朴呢？地大人稀，人少，咁亦系一个因素。人少嘅地方好，澳洲土地面积大概同中国同美国差唔多。人口只有1700万，我去的时候，最近呢几年大概移民多了，今年报纸上统计的是1900万，多了200万人。人少，人同人就特别亲切，就不会呃人，因为人太少了，看到人好珍惜。澳洲的土著，我跟他们接触，我去参观土著的学校，我看到土著的学校小朋友非常重视伦理，他们懂得孝顺父母，懂得尊敬长辈，我看到非常感动。好难得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将中国伦理道德的教育介绍给那些学校的小朋友，他们很容易接受。跟他们的想法做法完全一致。所以我们对土著学校，我们要帮助他。我们要将中国的伦理道德教学，将大乘佛法的教学介绍给他们的学校。我在那边跟他们的学校相处得非常融洽，好像这一次我们的温馨晚会，他们学校派两位代表来参加。从这个地方我们选择生活的环境，修学的环境，所以亦是有标准的，值得我们做参考。不是说佛家讲的无心的境界，将什么事情都不做了，那是错的。就好像我们平时劝大家讲的放下，有些人误会了，将功都辞埋，什么都不做。过了几个月写信给我，法师你教我放下，我现在通通放下了，现在我没钱了，我生活成问题了。那是完全错会意思了。
你连份工都放下，边个养你啊？佛菩萨唔会养你噶，所以一定要懂呢啲道理。佛菩萨教我哋放下私心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唔好追求名闻利养。放下系咁样放下噶，咁你真嘅有成就，有功德，实至名归，系你应该得到嘅，唔应该得到嘅放下，应该得到嘅可以得到。佛系通情达理，佛唔会呃人，佛嘅话我哋要仔细听，千祈唔好产生误会。呢一点非常重要。马来西亚吉隆坡嘅居士们，弟子一向都有做放生嘅活动，通常我哋都喺星期日去街市买啲鱼。放在一个湖里面，由于所放的众生数量相当多，日子耐了，湖里面的众生亦显得挤拥，于是弟子就有了疑问。下面有两个问题了。第一个，弟子是不是应该继续在同样的湖道放生？注明此湖乃私人产业，严禁垂钓，咁当然系好啦。但系如果呢个湖里头已经非常挤拥啦，你要另外揾地方。另外去揾呢个湖系私人嘅，禁止钓鱼，好揾唔到咁嘅环境，至少要揾比较偏僻啲嘅地方，钓鱼嘅人少，但係亦会有麻烦。将来你放多咗，大家知道嗰个地方鱼多，都会去嗰度钓鱼。所以呢件事情要有智慧。放生，老实讲，唔好定日子。定日子有好多弊病，嗰啲去捉鱼嘅人听到边一日有人放生烧炉好好啦，佢就搏命去捉啦。如果佢每日捉咁多鱼冇烧炉卖唔到，佢就唔捉啦。咁比放生嘅功德仲好添。所以一切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。以前我哋喺台湾，我从学法可以话就提倡放生。到以后我放生就好少做啦。我去印书啦。印啲劝人食素嘅书，劝人爱护动物嘅书，呢种亦属于放生啦。丰子恺嘅《湖生画集》，早年我喺香港得到一部之后，带翻台湾，我就大量咁印送。帮助一般人增长慈悲心，爱护动物，唔食众生肉，唔伤害动物，呢种都属于放生。呢件事情点去做法，你哋自己一定要多諗下点做法先比较妥当。最唔好嘅呢，
是在台湾发生过很多的现象。归田哪一日放生，等那些猎人大发利是，他们搏命去围捕，到那个时候来卖给你们，你们看到又不能够不买，所以这种放生反而害众生的生命。我有一年在台中，李老师讲经，在慈光图书馆讲经，有几个人抬了一只大海龟来，大概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，抬到慈光图书馆大门口，有很多人看到，大家夹钱，价钱很高，凑了钱将它买下来，第二日去海边放生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他抬了两只来，大家看到点好呢？只好呢将它买下来放生。再过一个星期，抬了五六只来，李老师立刻下令不要理他，不要买。为什么呢？越买越多，他知道啲海龟值钱，他卖得甩，他在其他地方卖不甩。例如我们这个地方有客路，他就去捉，所以以后我们就不放生，不放海龟了，以后就不见有海龟，没了。这样才对的，正确的。所以我们要懂得现代人的心理，要懂得他的心理，这种事情值得参考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将一小部分放生的钱拿来买饲料给所放的众生食，如不如法？这样如法？你放生，你当然就要养它，你不养它，等它饿死，这亦是错的。所以买饲料喂众生，这种是好事，亦可以这样做法。所以一切都是为了真正爱护众生，这个爱心难得，爱心可贵。有时候爱心是好的，我们的事情做错了。了凡先生在讲善恶标准里头讲，这种叫正冲偏，你爱心是正，你事情做错了，偏了。这位同修问，他有两个问题。他说我专诵无量寿经，读经的时候嘴麻木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双眼常出光圈，身体时时打冷震，这种是业障，非常明显的业障，要真心去求忏悔。忏悔的方法就是反省自己的过失，要认真反省，找出自己的过失，将自己的过失认真改过，这种叫真忏悔。同修要记住，不是在菩萨面前在那里祷告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请佛菩萨原谅我，佛菩萨今日原谅了，听日再做，做完夜晚再祈祷，那是没用的，那是错误的。自己要认真去反省，将毛病找出来，
然后消除自己的毛病，改过向善，这才叫真忏悔。你的业障先可以消除。这位是安徽合肥同修，他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修净土道场放大宝法王的故事妥不妥当？不妥当。为什么呢？这叫夹杂。无论修学任何法门，一定要依照规矩。譬如说，你在学校读书，你是读医学院的课程，请商学院的老师来同你上堂，妥不妥当？不是你这一行的。佛法里面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有每一个法门修学的理论和方法，如果夹杂第啲法门在里头呢，就将功夫破坏咗啦。我哋而家修学点解会冇成就，点解会遭遇咁大嘅困难障碍，老老实实咁讲，就係我哋喺行门上犯咗严重嘅错误。呢个错误就係夹杂。国明妙行菩萨佢係对修净土人讲嘅。修净土嘅人要想功夫得力，要想功夫成就，必须记住三件事情。第一件唔怀疑，第二件唔夹杂，第三件唔间断。所以夹杂第啲法门喺里头，就将我哋自己嘅功夫全都破坏晒啦。如果你对密宗有兴趣，你可以喺里面加往生咒咁得，往生咒系密宗嘅，因为佢亦系求生净土。咁就係祖师慈悲到极处啦。而无量寿经，你睇经文虽然唔长，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大乘小乘全都包括喺里面。呢部经不可思议啊。这部经的教义圆圆满满，没有一丝毫缺陷，不用再加其他东西进去了，转寿转横，我们这样才得力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家乡用米做的米酒通常在下元宵做早餐或者是晚餐用的，有人说不可以食用是犯戒，请问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酒的范围，酒这一条戒它是属于遮戒，本身无罪。五戒里面杀盗淫妄那些都属于性罪，你不受戒做那些事情都有罪。酒这一条呢，你如果不受这条戒不犯戒的。佛为什么将酒亦定做重戒呢？酒是遮戒，即是用而家嘅话嚟讲，系预防。预防乜嘢？饮醉之后乱性。
怕你饮醉之后去做杀盗淫妄，是一种预防来的。所以这一条戒的开源特别多，譬如用酒菜里面做配料，咁可以。点解呢？你諗下，佢唔会醉呀。你只要諗到佢唔会醉，喺元宵里头或者係其他嘢度都作为配料，厨房里面酒做配料咁都可以。尤其是中国嘅中药，中药里面有好多用酒嚟合药嘅，甚至有用酒嚟做药引嘅都可以，咁都唔算犯戒。咁由此可知，佛为我哋制定嘅嗰啲戒条通情达理，唔系一成唔变嘅。以前我喺台湾，我有一个老朋友，佢嘅年龄比我大啲，大得唔多，大概大过三四岁咁上下。喺抗战期间，佢系大粒嘅部下，各位都知道，咁系搞特务噶，对日本人作战。首都沦陷之后，佢哋一直留喺南京做情报嘅工作。有一次呢，被日本人发现咗，日本宪兵追捕佢哋。如果捉到呢，就系死刑。死仲唔会俾你好死，总会諗尽办法将你折磨死。佢哋有两个人被发现到，发现之后佢哋就逃到南京中华门外面，中华门南门，到咗雨花台嗰个地方有间寺庙，佢哋入到寺庙度求老和尚救佢哋。老和尚好聪明，将佢哋个头一剃，着上海青，叫佢哋同大家一起去做佛事。日本宪兵到嘅时候，到处去搜查揾唔到，呢两个人走甩险啦。胜利之后，佢哋几位对呢个老和尚嘅救命之恩念念不忘，非常感激。翻到南京之后，有一日办咗一位丰富嘅酒席，请老和尚嚟食饭，嚟感谢佢。老和尚一嚟啦，佢哋嗰个时候先发现和尚系素食嘅，我哋呢度又系鸡鸭鱼肉又系酒，咁点好呢？老和尚真系好嘢啦。老和尚坐低，冇所谓，嚟照食。咁叫开源。嗰啲人对呢个老和尚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先知道佛家点先叫大慈大悲。佢唔系有心嘅，佢嗰个心系真情，真情感激，但系疏忽咗，唔知道出家人食素。老和尚居然冇俾佢哋难睇，坐低照食，照陪佢哋，接受佢哋嘅感激，一生唔忘记佛法高啊！假如你自己要搵啲信徒请你饮酒食肉，咁你就犯戒啦，咁就大错特错啦。呢种就属于开源，咁系感化众生先可以咁做嘅。所以呢个老和尚唔系普通嘅出家人，佢系真有德行，通情达理。呢啲呢都可以俾我哋做参考。酒嘅开源好多，
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时时去华严莲社，台湾有一个华严莲社，智光老和尚、南亭法师，我们都很熟了。那个时候，智老法师七十几岁，我们时时在寺庙里吃饭，他们对我们很爱护。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，将我当成小朋友咁，喺埋同台食饭，我就非常奇怪。佢每一餐都有一杯酒，我哋睇到唔敢讲。以后学佛去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我将呢件事情向李老师请教，李老师岌下头，佢话呢种系开源，年纪大啦，身体唔好，酒能帮助你血液循环，当作药用，咁样可以。我哋先明了。血液循环唔好嘅话，用酒可以帮助，但係酒最好仲係要请教医生，因为酒嘅性质唔同。譬如话，通常中国的茅台的性质是收敛，适合冬天，不适合夏天。夏天即如五粮液，这种酒含酒精的浓度很高，它是向外发散的，适合夏天。所以要懂得我们的体质，要懂得四季循环，最好请教医生，咩酒对你的身体有帮助。如果你用错了的话，就有伤害了。不单止没有帮助，还有伤害，要请教医生。第三个问题，在家居士为了节省时间，边听经边拜佛，唔知如唔如法。拜佛啦，系修定。拜佛可以开念佛机，听佛号最好唔好听经，因为听经需要用思考，拜佛心需要清净。咁唔相应。如果话你喺屋企度有嘢做，做紧家务啦，一面做嘢一面听经，咁可以。所以拜佛唔得，拜佛系修定，心地一定虔诚，先会有感应。听经喺上经里头嘅经义，你嘅心唔清净。这个道理要懂。这位同修问的，他说如果情势所逼，因工作职务上需要去购买皮革之类的东西，或间接犯五戒，应该点样改善？你在工作职务上购买皮革这一类嘢，咁冇过失。点解呢？咁唔系你自己嘅意思，你嘅上司叫你去做嘅，你只系去執行嘅咋。只要你心地慈悲，你睇到嗰啲皮革，你念几声佛号为佢哋回向，咁係好事啦。呢种情况佢唔容易遇到㗎。念佛或者念往生咒为佢回向。如果犯咗戒要忏悔，
知过能改。古人常讲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要懂得改过，一日反省，一日改过。改过之后，仲会再犯，咁肯定嘅。点解仲会再犯呢？无始劫嚟嘅习气嘛。如果改过就唔再犯，咁成佛就好快啦。边使三大阿僧祇劫咁耐啊？要三大阿僧祇劫嘅原因就系进进退退。通常讲进得少，退得多，咁系一定嘅道理。诸佛菩萨都清楚，都明了。所以喺我哋修学嘅整个过程之中，无论系初学定系老修，读经比乜嘢都重要，研究讨论对初学尤其重要，就系心地上改，从观念上改，就要靠教学啦。如果我哋能发心讲经，咁就更好啦。点解呢？效果非常殊胜。你讲经劝人哋，劝人哋就系劝自己。日日劝人哋，不知不觉，自己嘅境界就转变过嚟。呢种就系所谓嘅长时分修，产生一个好大嘅力量。要长时间咁分修，唔识讲经点好呢？我哋呢度嘅培训班正系传授讲经嘅技巧，咁老实讲唔系好重要嘅。你如果唔识呢啲技术，你有个真诚心，佛菩萨会加持你，所以大慈悲心、真情心咁先重要。呢种唔系人传授嘅，系你自己发心，真肯做，帮助人哋开悟。而家学讲经，同以前唔同。而家方便得多啦。以前学讲经，自己如果冇相当嘅天分，非常困难。我哋听老师讲经，听一次，然后自己就识讲，咁唔系每个人都做得到㗎。要有好强嘅记忆力。古时候讲经嘅嗰啲法师点样培养出嚟嘅呢？老和尚讲经，听众学生里面有能力，老实讲系博闻强记，佢听过一次，佢能记得90%，有呢种能力，先培养佢出嚟讲经。所以呢种叫福小助，冇呢种能力实在就冇办法啦。但係而家我哋普通人都能学啦。点解呢？有录音带，有录影带。我可以一次一次咁听。一次唔记得10次，10次唔记得100次。边有唔成功嘅道理㗎？往年我在美国洛杉矶召纳本居士，我讲经的时候亦介绍过不少次，他听我的金刚经、六祖坛经听得非常欢喜，他来告诉我，我专学这两部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》
可唔可以？我话可以。有一年我到洛杉矶，佢话俾我听，佢已经听过26次。我话难得啊，继续再听，听100次。100次听完之后，佢识讲啦。佢而家喺美国周围讲，好多人请佢，熟透啦，就变成自己噶啦。所以而家真正发心出嚟学讲经，呢种系菩萨心，真正系大菩提心啊！方法系点嘅呢？一部经，唔好多学，学得多你就学习咗，就一部经，专学一部经，专讲一部经，你就变成专家啦。你学一部弥陀经，专讲一部弥陀经，讲上十年之后，任何人见到你，一定系，哎，阿弥陀佛嚟啦！你就系生嘅阿弥陀佛。你专讲无量寿经，你就系无量寿佛。你专讲普门品，你就系观世音菩萨。你专讲地藏经，你就系地藏王菩萨。专就搞一样，成为世界上顶尖嘅专家。多亲就唔得，多亲就唔专啊！而家专好啊，交通方便便捷，全世界任何地方想听地藏经，听讲有个地藏王经专家生嘅地藏王菩萨，一定嚟请你啊嘛！打个电话传真俾你，你马上就可以去讲啦，专家啦，唔好做痛价。通家唔容易做，唔容易成就，专家容易做，容易成就，咁先好啊。呢度下面话，系咪喺业缘碰上时，专心持念阿弥陀佛可以改变现象？可以，只要专心专就会有感应，有不思议嘅感应。